提及远方，人们心中总会充满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。一辆可靠的 SUV 是驶向自由的前提，也给予人们前行的动力与闯荡的勇气。通用汽车新一代全球车型系列的又一款重磅 SUV 车型雪佛兰创界登陆中国，凭借硬朗精悍的外形、精致潮流的内饰和独具匠心的空间设计，创界将为社会新锐群体带来突破传统的个性选择。外观方面，极具辨识度的家族式双格栅设计以及下格栅张扬的超大开口，彰显出创界的自信态度。侧身线条简洁干练，造型犹如握紧的拳头，紧绷且极富张力。车尾融入了科尔维特超跑式宽体双肩，接近直角的尾部设计与车身线条衔接，达到更强的整体感。定风运动尾翼满足最优空气动力学设计，有效提升家族性能。创界全系采用 LED 自动大灯以及 LED 日行灯，星锐 LED 尾灯采用双外形元素设计，笔直的侧翼造型凸显尾部线条感的同时，充分运用空气动力学理念，可零气流从灯侧快速通过，最大程度减少空气阻力。内饰方面，在视线可及之处采用大面积真皮材质包裹内饰，呈现出更有质感的车舱氛围和悦极触感。双炮筒运动仪表盘配有 RS 专属耀红徽标，进风空调出风口搭配耀红饰条以及耀红风控把手饰条，镶嵌耀飞领结的平底运动方向盘，配有 RS 专属耀红徽标的运动排档杆，耀红半打孔真皮运动座椅配耀红缝线以及 RS 专属耀红徽标等八大 RS 内饰设计，无不体现出创界 RS 的独特个性。科技方面，雪佛兰创界为新锐青年们量身打造了丰富的智能互联新潮科技，并在上汽通用汽车双擎出击服务升级的政策下，提供每年 100G 的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。新车所搭载的全新一代 MyLink 加智能车载互联系统，支持 Apple CarPlay、百度 CarLife 及蓝牙三种互联方式，并配备 Type-C 接口、USB 接口以及 SD 卡槽，轻松满足潮流青年的每一种互联选择。动力方面，创界搭载的第八代 EcoTech 435T 智能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分别匹配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以及 CVT 智能无级变速箱这两款成熟高效的传动系统，最大额定功率达到121千瓦，在1500至4000转每分钟的宽泛平台范围内，可以迸发出240牛米的峰值扭矩，百公里加速和百公里油耗分别是9.3秒和6.7升，满足严苛的国六排放标准，达到强性能低排放的目标。创界搭载基于前驱架构开发的全新 AWD 智能四驱系统，在通用汽车车型中首次采用能够降低拖拽的单轴式曲离器，在前驱与四驱的智能切换中仅需0.2秒，让车身在稳定情况下迅速脱困、爬坡和避障，轻松应对湿滑、冰雪、泥浆、沙石路等低附着路面。精悍是对创界造型设计的最佳提炼，新锐是创界始终秉持的个性态度。创界将雪佛兰 SUV 纯正血统融入个性设计，凭借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，在瞬息万变的流行趋势中引领 SUV 设计风潮。